Kiddos，我们今天要读一本书啊，要听故事，好不好？嗯，Stop。OK。我们嗯。All right。小猪赛跑。OK。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又开始了，观众席都坐满了，运动场上的教练们精神饱满的等待比赛开始。小猪为了这次的比赛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他希望做一只健康、有活力、又能让大家学习的动物。哦，今天的第一项比赛是赛跑，参加比赛的动物们真多，有长颈鹿。长颈鹿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罗德亚娜，长颈鹿是什么 ？What is this？ 对呀，那这个呢 ？Horse。对，小马。那这个呢 ？Deer。对，小鹿。有长颈鹿、小马、小鹿，还有猪，小猪。Yeah. 啊 ，Little Piggy。小猪站在跑线。起跑线上，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right a big smile， 耶、yeah, ，但是心里却扑通扑通的跳，因为他怕跑在最后。He doesn't want to be last. Oh, let's check our next page. 河马站在跑道边，一边打号令，枪举起，一边大声说。各就各位，预备跑！只听见“噗”“吧”一声巨响，赛跑开始了。大家飞快地向终点跑去。有着一双长腿的长颈鹿，当然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接着是跑得快、跑得飞快的小马，以及紧跟在后面的小鹿。小猪呢，它远远地跑在最后面，但它没有停下来，还在努力地向前跑。虽然小猪在最后面，但是它不要放弃啊，它还会努力地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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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跑啊，突然小猪被一块小石头绊倒，重重的摔了一跤。可是他不哭不叫，爬起来忍着痛，又慢慢的向前跑。说小猪，小猪 fell down， 那怎么办呢？他没有哭也不叫啊，他爬起来想看了，and just keep going。追呀追呀，追上了小鹿和小马，最后在终点线上超过了飞快的长颈鹿，得了第一名 ，first place。小猪捧着奖杯，乐得呵呵笑。就在这时，猪妈妈喊醒了他，哎，原来只是个梦。So after all that time, right, he wakes up, his mom says, excuse me, 小猪, 你要起床。小猪 was sleeping, he was dreaming. 不过小猪还是很高兴。他要像梦里那样勇敢地去参加真正的比赛。The end. 好听吗? But there's more pages.There's more pages, but another story. Okay, can we say goodbye? Can we say 再见? 再见! Say bye-bye! 加油! 加油! 加油!